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老狼的婚礼》，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来啊来啊，现在生来。你看人家往前站，你往后走。是是的啊，嗯啊，这是很突出的一位啊。是这么多人他喊了一句我要给你生猴子。好吧，下回下回。大哥喊的什么你也要啊？来来，你俩先凑合凑合吧。没听说过。真是的啊，行了行了啊，谢谢啊，谢谢，还有喜欢我的这么多的朋友啊，哎是，呐喊声这么多，对，真是感谢各位。当然呢，上台来要是说啊，也得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还得说说，有认识我们的啊，也有不熟悉的朋友哦，保不齐人第一次来到德云社呢，对不对？干嘛呢？拿腔拿调的哈、啊，所以说呢，不一定都熟悉啊。先介绍一下，是啊，我叫张鹤伦，啊。哦，我这不值一提，大伙儿都会这句了。哈哈，旁边的啊，老师得隆重的介绍一下了。您不要客气，20个字来形容他，这么多词儿啊，他那真是如雷贯耳。哎呦，不敢不敢的，皓月当空，过奖过奖，名驰宇宙，哪里哪里，晃动乾坤。哎呦，这都是我吗？这肯定不是。谁用你说这句了？看你自己都不敢承认，没有办法啊。我这自己嘀咕呢，您别给我这贬着。很熟悉你啊。哦，是啊。啊，听着大伙的掌声，对不对？当然，大伙给我鼓掌的前提下，还有那么一奶奶的掌声是送给你的，我感觉到了哈。你瞧您这话说的，你看。您听听，啊，谢谢大伙儿给我的掌声啊！多不要脸呢！因为一上来，你看大伙儿吁你呢，听见了吗？还笑话你？不是，您别骗自己啊！我骗谁呀、啊？您这说掌声热烈，到我这儿全是虚声了。就听还听不出来吗？听什么呀？听谁的专场？那写着呢，贺翔的专场。哪儿有您呢？跟贺翔什么关系？我也纳闷了，我以为壮壮骑着摩托来的，跟千里还跟阎鹤祥没有关系。我谁的专轮比的专场？那还比不比啊？不是，咱俩不是您别咱俩，您老说您有掌声，我没掌声。不是，我叫张鹤伦。是不是这回觉得好多了？我说我叫阎鹤祥好了、啊啊、我说我叫阎鹤祥，这么多的掌声，你怎么能是阎鹤祥呢？我才是阎鹤祥呢。你上那电视上看看去，那字幕打的，你瞧瞧，生气。那你叫什么呀？你到底叫什么呀？我叫郎鹤炎。瞧你们哈，这一个臭捧哏的，你们这么多掌声。什么叫臭捧哏的呀？啊，还好，好家伙，大伙儿捧。我看看谁是郎鹤炎的观众，我看看。谢谢谢谢谢谢。好、啊，有喜欢他的吗？还、啊、真有，哎呦，还真是啊，好多的女观众都奔着郎鹤炎来的哈、啊。是吗？哎，你好。行啊，好。那是大哥都喜欢我的吗？啊，大哥也，大哥是喜欢他吗？你看，就你突出的这事儿啊，嫌你啊，大哥，中气十足啊！送你一个成语，什么成语？叫迎难而上。叫什么话？这叫难上加难，勉为其难。
我们是知难而退啊。都是捧你的吗？也不全是，我觉得不是啊。嗯，捧他的观众啊，可能还没有进剧场。对，那么说哪儿啊？他都在剧场外面蹲着呢。那干嘛上那儿待着？齁热的，等着买黄牛的票啊。还有这个票？对了，就为问高价票捧你吗？哎呦呵，不值当。王老师身份地位都在这儿了。没有没有。今天来的这些位朋友，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有点熟悉啊。那知道点儿。主要是支持郎岩老师。您太客气了。姓郎，名鹤，字鹤岩。对。那、什么名字呀？郎鹤，字鹤岩。郎鹤鹤岩。你看看大伙儿，你上网搜一下郎鹤岩，有的观众人都不知道你那个字儿。哦。你基本上都把他那个字写错。都是撒谎。哎，有的写的郎鹤岩。哎，郎鹤烟。对了，有成写成烟人，郎鹤烟。哎，是是是，烟人那是张翼德，那是。就说撒火的有没有？啊，有太多了。这不是撒火的，四个火的，都有。四个火也有。对，都是喜欢他的。对，外号呢叫大黄。啊，是。都知道吧？其实这是一个狗的名字。那么说。您不用说这句。不说能知道吗？你听。你看看他外号叫什么？你瞧瞧，你观众捧，但是主要看这大黄来的。没有没有没有，我要看小白来的。听话听话，大黄，哎，小白，喜不喜欢吃青椒？嫌你啊，是不是嫌你啊？干嘛嫌我呀？这么多人嫌你啊？不是嫌我，没您这么说话。别说了，让少说吧。听话啊，这不是听话。大黄，听话啊，来这么多朋友，来朋友你就。坐，好，蹲，蹲，蹲，大哥，秀，秀，大哥，掉，掉，啊！不是今天啊，没带狗粮。小白，捡回来。是不是给你脸了？谁给谁脸了？这晒脸是不是有点晒脸了？你就戴点帽子，晒不着脸。观众人家喜欢的你的外号就大。喜欢外号没有您这么调侃的。三言两语不让大伙对你有个这印象的加深吗？就缓气缓的这份儿上了，愿意管着吗？谁管你这个呀？想离你近点，跟你套套近乎还不行吗？离我远点，小心我咬你。郎老，别别别，我一人上就可以了。你给孩子吓得叽撩叽撩的，你看是我吓的吗？听话吧，啊，好了，乖啊，行了，孩子啊，妈妈把他抱稳了，好不好？啊，都能感觉到啊！你一听那个笑声，今天还来了很多的小朋友啊、哎，小朋友，小朋友还来听我们的相声。对，哎，您这句什么意思？这我们的相声有一句话是孩子能听的吗？这说笑逗乐怎么不能听了？确实啊，能听。反正孩子是好孩子，就不知道家长怎么想的。啊这越说越严重了，是吧？咱能感觉到 啊，对不对？现在好多小朋友们也喜欢咱们啊，都喜欢听哈、啊，喜欢郎鹤炎、郎老师、哎。不管你们喜欢，后台人缘也好，我还行。这得隆重介绍一下郎鹤炎、郎老师。您好好说啊，主要是为什么优点这么多呀？啊、就是因为有钱。对，哎。是吧？您这么说的，哎，你看人人缘好就在这儿了。哎，主要是人缘，对吧？人家有的是钱。你看德云社，你光知道我师父有钱，郭老师，对不对？有房有车，房车、对，后宫佳丽不提了啊。大家就说，您就少说后边那个吧。对，就是说人家有钱啊，但是来说，我也没多。郎老师也有钱啊，没多少，但是不是他挣的啊？他这个年纪，他这个岁数，是能挣多少钱？挣不了多少，对不对？那怎么回事？今年来多大岁数？我今年38岁。38岁了，哎，跟大伙说一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38岁就长寿了？老话说38岁土埋到脖子了。这什么老话啊？人都是50多岁、60、70的土埋到半截了。对呀、啊，你土埋到半截，你看到你这儿，哎，对
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他这手是坐电梯滑上来的，您看看。啊，躲半半截儿。哎，好好好，来来来。我为了配合你，彻底都没过去了，好不好？土埋到头顶的人，埋到什么头顶啊？土埋到天灵盖的演员，没听说过，那还能呼吸吗？那个。就说您说什么呀？三十多岁了，嗯，虽然说在三十多岁，在这个相声舞台上，嗯，成就来说啊，不是特别的突出，嗯，对，在捧哏演员当中，也是仅次于于谦老师、孙越、栾云平、阎鹤祥、杨九郎、周九良等等等等，对不对？合着我就是个诈骗的是吧？哎，别这么高调，这是高调吗？这个？但是为什么如今还能站在这里啊？因为有腿。有一定的能耐，您好好说话吧。一定的水平，嗯，对不对？您这受的教育也高，哎，这不假。家里边帮助他来到这个舞台，嗯啊，在台上说谁要不喜欢他，来拿钱怼。谁说的呀？拿钱怼死他！没那么多钱，也不干这事儿啊。这当然不是他挣的啊，都是他的父亲们，在这方面。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我父亲别加门呐。家门显阔呀、啊，家门我上谁家呀？我这是不是就你的上辈吗？好几个吗？您说上辈们可以，这父亲没有复数的呀。就说你的这些爸爸，哪些爸爸呀？你看还包场来了，你看看，爸爸们，你们有点累了啊。这不是我说的呀。不是您说谁说的呀？就是。你父亲那边不哥好几个的吗？哥好几个，那也不都是爸爸呀。就说有好几个人攒的这么些钱，是这对传到你们这儿的，一辈一辈传的，一辈一辈传，嗯，传到他父亲这儿，啊、嗯，房产家有的是钱，祖上的。在这儿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呢？到北京怎么了？好家伙，干嘛呀？这是打听打听，打听什么呀？京城，哎，啊、京城狼八爷。这不奇怪呀，这个对不对？哥好几个大排行，对的，第八呀，京城狼八爷啊，知道你打的京城狼八、哦，也许啊，也许咱们石家庄这儿有知道的，知道京城八爷，知道京八爷，知道，知道京八呢，能不知道？你爸爸京八，你妈雪纳瑞，你们家一家萨摩的串儿。我夸你呢，你干什么呀？你祖上都是秋田们。你看，大黄的大黄，你还装什么柴狗啊？你别来这套小白啊！不是，就说你什么都不是。京城八爷，京城八爷可以，别京八啊。北京人儿化音吗？北京人儿化音就说到八这儿上了。对，今儿八爷。您这舌头是让鞋带系上了吗？仨字儿全是北今儿八爷。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人儿，您看，京八爷，京八爷，京八爷，对，对不对？京八爷，好家伙，兜兜齿这个，还是狗那是，不是有一点地包天儿？没有地包天儿还？地包天儿，地包天，兜兜齿儿。我老觉得你有这血脉，我不行，这么着，慢慢来。都是他，他爸爸有认识的，是住在北京啊，著名的一位妇科大夫。我爸爸还是妇科大夫。对了，在妇科上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哦，是啊。对呀、啊。哦，你上现在你上医院啊，你去瞧一瞧，怎么样？好多的妇科大夫都是男同志。哦，这也是，对不对？因为他们爱琢磨，嗯，你看，哎，这琢磨琢磨琢磨这个就是医学结构啊。哦，您把话说全了。哎，你看北京啊，北京那个肛肠医院成立那天，对，就有他父亲。肛肠医院成立那天，妇科啊，是肛肠科还是妇科呀？肛肠医院就没有妇科吗？不是肛肠医院妇科，您这太牵强了。这个也有啊。啊，行。后来发现到那医院发现什么呀？到那儿先交钱后看病、啊、这不都这样吗？没钱就不给人看病吗？这按流程走啊。没钱就不给人看病吗？哎呦，干嘛呀？这是救死扶伤。说的谁呀？谁？你爹呀。干嘛这么狠啊？这是老爷子瞧不惯这制度。我爸爸不喜欢。对，自己不干了。哦，哎，
自己开了个私人诊所，私家的，自己坐台，嘿，给人家看病。坐台？不是坐一台子那儿？不，那不叫坐台，那叫坐堂。哎，对，有一台子，嗯，啊，往这一坐，对，哎，看病啊。您呢？您呢？您呢？可以了，可以了，您听到了？不是有这个吗？看病啊？干嘛呢？这是还甩着手绢的个？哪有手绢啊？这不是手绢吗？这不叫这个病历表。病历表，你来这看病就不得填个单子吗、啊？对不对？姓什么？姓狼，叫什么？狼鹤炎，对不对？姓我什么时候上妇科看去了？我举个例子呀，这比方不好，对不对？都得填单子呀。啊，是是。老爷子往这一坐，嗯，哎，来了，看病啊？不是，咱拿单子，咱就这么拿的，没有这样的这个。他这手绢是软的呀。手绢软的，您别学，您拿扇子学不行吗？拿扇子，对，扇子是硬的，哎、对不对？哈。看病啊，一样啊，这个差不多吧，这跟材质没关系了，我看，对不对？给人瞧病，哎哎，当然了，有的人啊他比较就是各色，怎么了？一瞧啊，你看这是男大夫都不好意思。哦，那他能怎么着？是不是啊？有的人一进来一看，大夫大夫看病，他妈我一看，啊，没听清楚，得病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别忙，给你看一看。但人家一看，哟，怎么是男大夫？那我不看，我走了。他爸爸一看走了，想走，别走别走，哎呦娘子，这为何谢你爸爸？他就这能儿着呢，留这是我爸爸，留住了啊。我爸爸跟老流氓似的。那你说你怎么留？您留，您别走，您稍待会儿，您看他那个，别走。不是干嘛呢？这是刚开始已经跟他话聊半天了，这就得癌症了？语言聊，您别走，我是就是这样的病人，他爸爸就是用语言留了好多都留不住。您别走，我您放心，我不是什么好人。对啊，我不是什么坏人、哦，我就是一位大夫，虽然说是男性，没有关系啊。嗯，但人家不好意思，那不行。好多位都留不住了、嗯、那是到这会儿他爸爸一看不行了，嗯，这得留住了，这位看不着走了就完了，就这么快、啊、这病发现就晚期，哎呀，赶紧留住，别走哇、哦、您这太吓人了，这别走啊，嗯，放心，哎，把门一关，倚着门，怕什么呀？就这样谁不怕呀？别怕，嗯，你这病啊大概齐我瞧出来了，哦，对不对？哎，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怎么样？你应该是腮腺炎。腮腺炎。对了，大腮帮子，大腮帮子就是什么、哦、活鱼签。活鱼签不是大腮鱼签。腮鱼签。大腮帮子差不多。不是，您说那叫甲状腺发炎是吧？就这。腮腺炎是疼不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甲状腺啊，到甲状腺。对对对。来到这儿是吧？别慌，别慌，来，我给你瞧瞧。啊。来，先给你号号脉。哎呦呵，还是中医。把衣服脱了。嗯。您等会儿，号脉脱衣服啊？号脉不能穿着羽绒服吧？那有的穿着外衣呢。对不对？羽绒服。来，把衣服脱了。哎，瞧瞧。哎呀，哎，不是你这个，哎，我说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您这叫号脉呀？您这个腮帮子呀，你瞅瞅，都肿成什么样了？这是腮帮子，大腮帮太大，你这肿成这样了，你说这下垂的，你看看。好家伙的，腮帮子都快成巨灵神了！哎呦，巨灵神也不是腮帮子大呀！好家伙，你这个哈，你行，这个没事儿，没事儿，还没事儿。哎，别慌，哎，别慌。哦，行，把衣服穿上。哎，这是一件套头的帽衫是吧？为什么是套头？多新鲜！您这儿这么号脉，这衣服这么穿的，脑瓜子在哪儿呢？这是？他就是给他披上点儿。哦，爸爸，简单，刷刷点点，几副药，几十块钱。这么便宜，就几十块钱的事，你到别地儿几万块钱也是他。不，这就几十块钱。对了，要不说救死扶伤，说的谁呀？谁呀？
你爹呀！我老觉得这不像好话呀，这是。就是这老爷好人就在于这儿了。那是好。当然了啊，有的人也是进来，大夫大夫，我看病，这是正常啊。看病，但是我没钱。有，那没钱啊？他爸没看，没钱。对，没钱啊。我说了没钱了吗？没钱，你没钱，你怕什么呀？没钱，你还来，你先进来。不是，我没钱，你先进来，你进来，我给你钱。对，来。这怎么回事啊？这是，人家穷没钱看病，你爸爸挣那么些钱有什么用啊？不是这没钱，对不对？给人家怎么了？救死扶伤，说的谁呀？谁呀？我爹。给人点钱怕什么呀？好嘞，你先进来，来。不是，但是这么一说，很多病人都害怕，多新鲜呢！啊，大夫，那你要这么说，我不能进去，我走了。走，爸比哥想走，想走，小娘子，这是看病的必要流程。留住了吗？那肯定留住了。那个，哎，刷刷点点几副药，几十块钱的事儿，又是小方子。不在乎，哎，给人200块钱打车去，来个路费。嘿，你瞧瞧，吃饭住宿都解决了，好样的。啊，有那老太太真的，大夫，大夫，看病，但是我没钱。哦，他也没钱。你爸爸一听没钱啊，进来吧，死去。对，哎，怎么这个让人家就走了？不是，老太进来。老太太80了，80怎么了？80要怀孕，嗨，这不是玩笑，这不拿你父亲找乐吗？对呀，老爷子累了3天，没有效果。不是，您说清楚了，怎么累了3天没效果？经络、骨骼适不适合怀孕？哎呦，验血、验尿、验大便，全给看了，给老爷子累的，后来都不行了。老爷子说了。老太太，我跟你说，验血验尿还行，这大便我实在咽不下去了。嚯，你脏不脏啊？怎么了？什么叫怎么说话呢？这话咽不下去了。您把这话字加上啊。您前面这两项都不合格哦，这大咽大这不行了。甭说大咽了，你小咽也咽不下去。说错了，这个大便，波哇便，也不知道这字儿怎么发的音，对不对？咽不了这个了，甭拿我们的开玩笑。是，哎，老太太走掉了，身体机能达不了。当然了，不是说所有人来了都不好意思，还有什么样的？我得的正经妇科病，我怕什么呀？这哪有不正经的呀？别胡说八道，你不知道。就说有的人什么正经女的，我得了正经的妇科病，我看病是怎么了？凭什么就得扭扭捏捏的呀？啊，这好意思，性情直率。对，来到这儿，烫了一脚，嚯，把门踢开了。要啊，一进来，大夫，看病。来，号脉，来，号脉，快点的，我知道。这个病人对流程比较了解啊。你爸爸一个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啊，这你要这样，我不给你看啊！我爸不看啊，不是看病，来大夫号脉，你太粗鲁了，知道吗？你要这样，我不给你看，我走了，想走，好，太好了，小男子，我爸也遇上天敌了，留住了啊？那能留不住吗？那个，好家伙，哎，10分钟，哦，10分钟怎么着？看完病了？哦，好啊。看人家走了，你看你爸爸含着眼泪数着钱，这都是我的血汗钱。我爸爸就指着这个挣钱呀？啊，人家病人也是安慰他啊，抽着一根叫什么事后，不是那个叫病后烟，术后烟。哦哦，对，我不懂这个专业名词，你懂的我也不懂，叫什么烟？术后烟，抽着啊。哎呦，这一口一根儿啊，这是，还说像于老师，这是不是啊？于老师是这样，这是都嘬到肺里了，这是。于老师抽烟得看手机，抽了，哎呀，这怎么意思？这是那个
烟头掉手机上了。少来这个啊。嗯，哎哎，没事没事，哎，这是于老师啊，人家女的抽烟。哭什么呀？行，医术不错哦，下回还点你。我老觉得这不像是医患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走了啊，走了，就这位很彪悍的就走了。对了，要说救死扶伤，说的是谁呀？谢谢各位观众，不光观众都知道啊，附近的百姓们、老百姓、邻居们都知道了。哦，知道就知道了。给老爷子送一块大匾。不是啊，上写四个大字，写的是妙手仁心。别介呀，人心、啊、妙手人心。不，我东北人，我说话有口音。就这一个字有口音呢？那您那妙手跟心呢？对呀，我说东北说话没毛病。怎么没毛病啊？妙手仁心，东北人嘛，妙手仁心。行行，好好好。啊，对，老爷子好人一个，真是。哎，就这么好的一人，怎么样？到五十了啊，五十还没成家。不，这为什么呀？还天天耍流氓。嗯，啊，天天把工作忙。忙于事业，没时间顾得上自己的儿女私情，也不爱这个。这事儿惊动了哎，媒体界，媒体界，广播呀，不是报纸，不是啊，就是那个媒婆体育宣传中心，这俩行业挨着吗？这文体还差不多，媒婆体育宣传中心。对，啊，媒婆人跳完广场舞，那打打乒乓球，打打羽毛球的，打打乒乓球是这么打呀？乒乓球，乒乓球怎么了？扣伤。乒乓球扣杀不这么扣吗？哎哎，人家是大臂回环扣，大臂回环不是体操吗？你懂得怎么太多了你啊？那确实是媒婆体育交流公司中心哦，中心。对了，媒婆给你爸爸介绍了这么一个啊？怎么样？哎，你爸不挑，是啊，不挑，能生孩子就行。那这嗨。也没那么夸张，对不对？那个年代无所谓，嗯，对不对？主要是为了事业啊，反正这不孝有三嘛，啊、无后为大，对对对，能生孩子就得了，对，跟那边也不用见面，哎呦，那边同意就行了，嘿，那边一说真同意了啊，爸爸这边开始准备吧，哦，大办红事儿，是是是，大红的灯笼高高挂，那喜庆，大红的喜字儿，哎呦，你这。就这么点儿啊，中间的窟窿就这么点儿。好家伙，您别学窟窿，喜字贴满了窗户。嗯，哎，弄好了就八抬大轿。那会儿都讲究抬轿子，那轿子、那不是一般的材料。这什么材料啊？金丝楠的。嚯，上黑漆。我说，哎，兄弟兄弟兄弟，您等会儿，刚才您说金丝楠，我就有点犯嘀咕，还上黑漆，怎么了？这仿佛是棺材呀，里边上黑漆，我没问里边，外边呢？防止这虫吃鼠咬，外面红的呀。你说清楚了，红通通的呀。哦，红通通，对不对？抬起来，一头大，一头小。嗯，往前。那就是棺材，上头小，下头大，四平八稳。那把棺材立起来了。你没见过棺材吗？我见过呀，我没见过立起来的棺材。哦、不对不对，你没见过轿子吗？别胡说八道，棺材轿子都见过，没见过这样的。你没见过轿子吗？我见过轿子。什么样？像这上边下都一边大。那是小轿。还小轿？对，那是小轿子。那大轿呢？大轿子四匹，好几十个人抬的，上面削削。好几十个，不就八个人抬吗？四平八稳，是十六杠。十六杠。对了，十六杠，知道吗？前面十六杠，后面十六杠。哦，十六个人抬着大轿子。嚯、哦，又加倍了又。对了，上面比下面削削窄那么点儿，这么着抬起来底盘稳。行行行。啊，你这当然这么大的轿子，你说这个人有人说了，这多大的风一吹一掀开，那新人的脸不都脏了吗？那都是呀，有轿帘啊。你看人家不用轿帘，干嘛呀？轿门。轿门。对了，哎，推拉门的。那不就是棺材板子吗？还推拉门干嘛呀？
叫门叫什么门啊？就是那个触屏的，一到那红外线感应，门就不要，指纹识别的都省了。当年那个年代有这个不容易，没听说过。而且里边啊还能制冷，对，怕死人臭了。空调没见过吗？空调见过，没见过这里边搁空调的。这个车里边有没有空调？车里边有空调，应该的。那是那个年代没有车吧，人在轿子里边弄上空调，这边哎弄的冰、那边弄个小火炉子，哦，这冻差不多就火化。这是就是你要想冷，哎，往这边凑一凑啊，想热往这边靠一靠。轿子得多宽敞啊，这是，要不然能16个人吗？好嘞好嘞，哎，抬起来颤颤巍巍呀、就要这感觉，惊动了方圆百里的人呢。是啊，人都围过来看呢，这谁家结婚呢？ 啊谁家结婚这么大的阵仗啊，没见过这轿子。瞧瞧吧，啊，就往里边瞧，哦，一瞧明白了，怎么呢？那轿子上面有照片。对，出殡去了。你嚷什么呀？废话，谁在轿子前面摆照片？照片不是你想那种照片。那什么照片啊？黑白的。就是这个。那年代有彩色的吗？有没有彩色也不能挂黑白照片啊。一个桃心儿，心形照片。心形照片，北京人吗？漂亮。心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小侄。不是，这边是你爸，这边是你妈。怎么两口子结冥婚去了？那你们结婚两个人的结婚照没有吗？是有结婚照，就不搁黑白的。没有，那个年代只有黑白的。你像这个，但是旁边衬上一朵花呀、啊，哎，这就喜庆了。哎，花围的呀，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花呢？菊花不行，菊花是易爆品。那个有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易不是，易燃易爆的都不行。没有花，有花我们就老觉得往棺材那边可想，知道吗？有的是玫瑰，玫瑰，红白玫瑰，不要白的好不好？没钱咱们哪怕隔2米摆一个都行。觉得哎，红白，红，不要白，不要白，红玫瑰，围这么一个大心形啊，心形。对了，哎，心围成这一个大心形，对，抬起来啊，往你姥姥家去。哦，先迎亲去。对呀、啊，你妈在里边，好家伙，不去呀，在家里。对你姥姥劝的，你赶紧的啊，是叫我到门口了，嗯，快去，等着呢。良辰吉日，一会儿误了时辰，你去不去？去不去？你不去，啊、我去了啊。哎，别去呀，这没到您去的时候呢。吓唬你妈呢？别这么吓唬啊！你舅舅看不过去了。我舅舅怎么了？干嘛的？几点了？嚯、哦，赶紧的，盖上这个。红盖头哦，对，哎，盖啊，上写4个大字，什么呀？禁止小便，是吧？修厕所去了，不是，就把盖马桶那个放这儿了。那个盖错了，龙凤呈祥，实在找不着了、赶紧找一个，盖好了。嗯，哎，盖好了，过去一把扛起你母亲的尸体，走。什么您的？不是身体，哎呦，差点。施恩身，你干脆说施恩施完了，扛起你母亲的身体，身体，哎。来到门口、一弄这轿门，你这是多费事的，打开了，走，行了，这回改尸体了、然后那门、合上了，不关上怕跑了，抬起来吹吹打打来到你父亲家，还有音乐呢，哎，你父亲咣一下把门关上了，怎么呢？这叫避避煞神。你我说是鬼吧？如果大伙知道的老讲究都有这个。是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是门分左右，鞭炮齐鸣。哦，这不一样。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了喜桌前，都是老讲究。卖马鞍子，咬一口苹果，这是平平安安，不错。卖火盆子、钻火圈，对，走，往前面去吧。没有后空翻。我说，您哪没有钻火圈？为了娱乐项目吗？都有娱乐谁去呀？这只有卖火盆子，有卖火盆子，有卖火盆子，还不如大伙普通想那种火盆子。怎么呢？大火盆，大火盆。对了，旁边啊站着一个茶坊，茶坊干嘛？手里端着一杯，可不是茶，那是什么？酒，干嘛用？新人要卖的时候，茶坊把酒往火盆子里一泼，火苗子往起一扑，象征日子红红火火。这都是老讲。对了，
就在你妈刚要卖茶嘛，刚要泼的时候，怎么样？你爸爸拦住了啊，别泼，我媳妇儿，哦，哪能泼这个？我就汽油啊，砰的一下给你妈都炸黑了。我爸娶一非洲的媳妇儿，宾客没乐呀哈，非洲娘们儿，你嘿呀。这有什么可乐的呀？你爸一看这玩笑开的有点大呀，太大，特别的羞涩，啊，一把扛起你母亲的身体，对，往屋里边走啊，赶紧的，洞房了，哦，还得入洞房，把你母亲往床上一放啊，你母亲往床上一坐，对，抬起爸爸过去，把门一关，倚着这门，小娘子，我爸爸职业病又犯了，终于轮到我了。什么叫终于轮到他了？轮到我谈婚论嫁了。您把话说清楚了。啊，哎，唱着歌的走过去。哎呦，唱的什么呀？掀起了你的头盖骨。头盖骨？不是，那歌怎么唱来着？掀起你的盖头来。对对对，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哎，让我来看看你的美。哎，走过去一把掀起来啊。一掀起来之后，是你母亲，哎，怎么？你母亲是没动啊，你父亲是大惊失措，撒腿就跑，跑了。一跑，你妈从床上下来了，追他呀，追吧，追出来说话的，说什么了？别走，别走，他呀，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德云扑克牌》，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啊，谢谢，谢谢，好，谢谢这位大哥。大哥，全场就你最突出，还爱我的那个，送你个成语。什么成语？迎难而上。哈，再送你一个。还有，难上加难。我劝你们知难而退。谢谢大伙啊，这么热烈的掌声。是，当然了啊，能知道啊，今天那个场合啊，特别的隆重，都是看谁来的呀？看我师父，哎，嘘，大点声。本来人就不多，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今天来了好多朋友啊，啊，有这个对我们了解的、认识，也有不熟悉的、陌生的。先得简单的呢，做个自我的介绍。干嘛说这么慢呢？这是，对不对？让他们有一个缓冲的过程嘛，万一对不对？一会儿不得动起双手来吗？干嘛动双手抽你呀、啊？介绍一下啊，我叫张鹤伦。这怎么是踩着了？是怎么了？哈哈，那边还有一个踩着前列腺的，是怎么着呢？没听说过，急撩急撩的。好，确实啊，不是什么大演员，谦虚。四个字来形容，哪四个字？不值一提。这话说的倒对。旁边的这位演员到我了，哎呦喂，怎么你烫着了是吗？隆重的介绍一下。怎么隆重啊？20个字来形容他。这么多吗？真是如雷贯耳。是啊，皓月当空，过奖了。名驰宇宙，不敢呐。晃动乾坤，这都是我吗？神马玩意。我夸你呢是吗？自个儿都知道吧？不是我谦虚，您别说我了。今天观众看谁来的，心里明白是不是？啊，我知道啊。还要介绍你名字吗？那该说也得说呀。没发现介绍完我的名字，场面已经尴尬了许多吗？哎，这没关系，大伙儿都熟人。介绍你会更尴尬的。这尴尬就尴尬吧，非得尬一下哈。啊，对对啊，还尬一下，尬一下吧。来，他叫郎鹤炎，是我。好，我知道了。刚才因为下雨是吧？那个大伙儿的身体没有缓过来，比较寒冷。重新来，我叫张鹤伦。哎哎哎哎哎，回来！是不是找半天发现没有自己？
哎呦，真是没想到在北展也有接站的。啊，我是接站的啊。那还自己接自己，是怕自己走丢了是吗？明星行不行？没有，郎老师大腕儿，没有大腕儿。现在名气大至极，快有喜欢郎老师的吗？谢谢大家，谢谢。哎呦，今天你花了多少钱雇他们啊？哎，也就40多万，不是没有。啊，有喜欢我的吗？好吧，有点自取其辱了哈。喜欢我的观众在哪里？举下手，我看看。哦，好，3位4位，哦，已经到齐了。您这两桌麻将还差一位呢。没有关系，我知道喜欢我的观众都已经坐在了剧场的外边。这是干嘛呀？这是他们正在排队往里边进。你看看，真是这避雨也不进来。王老师现在明好的，谢谢。这是刚进来的吗？人进了半天了。哦，安保人员吗？嗯，废话。哎，好，回去啊，行，回去吗？就这一个还让人回去呀？别，你发现了？哎，我的观众这儿一个。哎，我的观众是扇形排开。哎，他们虽然说人少，但是面积大呀。哪儿面积大去了？就把着这四个角，你瞧。对了，知道还是东南西北，这是剧场最重要的几个位置都让我的观众占领了。合着还是看门的。这不是重点，还有不重点的吗？今天来了都是托郎老师的福啊！哎，别跪下，真的，没磕头啊，下回再来。真的，今天安保人员进来的时候，今天特别严啊，是。我们德云社以往啊，在北展演出没有这么严的时候。对，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安保人员挨个查，这叫什么演员证啊？安检啊。巧了，我的丢了。对，不是换票了。这说谁呢？这是没有换票。嗯，到的时候安保人员不让进，请出示工作证。对呀，我说我干嘛呀？演员啊！哎，明星，自嘲啊，都是欢乐喜剧人第二名。你喊出来呀、啊！不是第二名怎么了？第二名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吗？对不对？哎，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我就这话说的。对不对？咱们这是银杯，第二杯，第二杯怎么了？第二杯半价。您还是拿演员证换票去了，这是？啊？没有，到的我说不认识我吗？平常不看电视吗？看什么呀？啊，法治精神有我呀。他顶多就是那无名男师，就是。真是那样，保安说我并不看，我们安保人员不让看电视。哎呦，我说我搭档啊，郎鹤爽。对，谁呀？我还真认识。哦哦，郎老师，爽啊！我知道，爽已经进去了。我在哪屋？不是在哪屋？在哪屋呢？说第二屋是爽。嗯，把话说全了啊！找他的哦，都是因为他才能进来的。您太客气了，名气大之极。没有。现在到哪儿来？哎呦，好家伙，有粉丝什么接机？哎呦，现在你这雇粉丝接机都不告诉我一声了啊！我没花钱雇这个。现在名气这么大了？哎，没有。真的，人家也是现在捧哏演员啊，嗯，好多的都比我们逗哏演员。就是那个招观众待见，大伙儿心疼我们啊！尤其站在台上来说，尤其他们捧哏演员有特点，什么特点啊？你看，就往这一站，我形象来说啊，一个光头可可爱爱的一个小胖子，还可可爱爱，往台上不说话，你看憨厚的狼憨憨，嗯，挺实在的倒是，跟一个湿湿的一样。对，我还是，我守你们家门口了是怎么的？最起码在台上压台呀 啊观众认识，就这因为这点、哦、平常认识我的特别少，是吗？经常把我认错。他那天吃饭的时候啊，一个观众过来，你好啊，
您叫郎鹤炎？要，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嗯，我习惯了。我说那个，您认错了。嗯，他说，啊，您不叫郎鹤炎吗？还问呢？我说不叫，我不是郎鹤炎。嗯，开始他回头啊，看他那旁边那桌子人，给他一个坚定的眼神，就是他。哦，好几个人一块儿啊！他，您骗我呢吧？啊，我说没有，我您真不是。啊，您不姓郎吗？我说我不姓郎。嗯，不能啊，我刚百度完呢。还百度了呢？我一看他也没有走的意思。嗯，我说你这个，告诉我呢，我的搭档是郎鹤炎。哎，这一说，这不给一个台阶吗？哎，明白了。啊，他哦，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记错了。想起来了，炎鹤翔。哎，嗨。这俩捧哏的怎么搭档呢？这不是我，不是我，烧饼。我说行行，别猜了，别猜了。好，我那个我叫张鹤伦。嗯。哎呦，张鹤伦，我知道，特喜欢你，超喜欢你，看过你好多的视频啊，能跟你合张影吗？哦。其实我知道他一过来啊，就是为了合影。嗯。啊，您怎么说的？不行。对。您这拒绝人家了？不是，这儿不行，正吃饭的嘛。哦，不方便，上旁边跟他照了。啊啊，照完之后啊，我就在琢磨什么呀。啊，我就琢磨，你说他超喜欢我，嗯，不知道我是谁，总看我的视频，不认识我，刚百度完没记住。这真心话大冒险。我就说我这么没有特点吗？嗯，他刚走两步给他叫住了，我说哎，干嘛呀？姐妹你等会儿，你要跟他合影啊？疯了，我说你等会儿，我就特想知道你刚才手机里百度的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关键词。他还挺不好意思。嗯，我就搜了五个字。哪五个字？德云社胖子。对。我说那应该出来的是孙悦。对呀，孙老师最胖啊。还不是孙悦，岳云鹏旁边喂大象的，我认识。哦，搜孙老师应该搜大象。就是说你看人家形象在这儿呢，嗯，一眼观众就能认出来，一目了然。到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特点。哦，然后人家往里边一站，我怎么了？对，光头。啊，是啊，观众能认出来。哎，台上那小秃子，秃子秃子还小秃子，一语就能说出来。是，现在来说，尤其德云社来说 啊，观众喜欢的更注重形象的。哎，对，都看脸。而且我不说更注重吧，就是形象好的观众，哎，会觉得这个人啊，哇，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哦。而且尤其你看现在帅哥越来越多了，年轻漂亮。对，嗯，我们这叫腊肉哈。别着急，一会儿肉松就上来了。你是说最后的吗？还有肉沫都有。就是餐后甜点。别着急，反正来说啊，现在那个德云社的演员一个比一个火啊，哎，一个比一个精神，一个比一个帅气，都有能耐呀。其实我也超喜欢他们。是吗？当然了啊。哎，而且啊，干嘛？咱们俩今天来个游戏吧。来什么游戏啊？咱来一回啊，师爷当年的一个作品，侯耀文先生。对了，打扑克。打扑克。来回这个怎么样？咱在这儿打扑克。哎，都是德云社的演员。你干嘛这是？德云众将。哎呦，这工作证就换到扑克了，这是。都是演员呢。是吗？都在这里了。哎呦，今天咱俩来一回，咱可以啊，一人一半。这咱俩人 PK 啊，行不行？行，你不一定赢。谁说的？我这秃子就是打扑克打的。是是是，拉了，你也不一定输。是吗？我谢谢你，这么一会儿赢两局，你看这不好意思。一人一半行不行？一人一半，我给你四分之三，你都赢不了。给你一半。给我一半。什么？不是你自己分你。哎哎哎呀，哦哦哦哦哦，啊，兄弟兄弟，哎呀，我兄弟，现在投降算你输一半。这张太厉害了啊，这张太厉害，我先收起。你说我的天，我就哎，一会儿这是我保命的牌。 你听我的，你把它缝好了，因为第一回合你就已经嘎嘣了，知道吗？来吧，出来看吧。啊，来吧，行，让着你看看啊。你先出。我先出啊。我先出，我先找一找，找一个比较。哎，我也先排兵布阵一下。我这哎呦，哎，投一张。谁呀？张九南。张九南怎么了？抖音小王子，舞台上的表演风格那就是撒了缰的野狗。对，那不就是狂犬吗？
别的相声演员是费搭档，他说相声费自己。行行行，费自己。好好好，别美，管上。谁呀？秦霄贤。这能管上吗？老秦，你听听这个呐喊声，你费自己没用，我们稍微磕一下话筒就灭了你了。好。行行行，来这个是吧？以后都给话筒上保险。那这个我想想啊，你都找这张了，我得找一张差不多的。现在认输来的。管上。谁呀？孙九芳。这是孙九香。不识字儿都。听我的，字太小了，就接张鹤伦去就行了。啊。孙九香，孙九香能管上老秦？当然能管上了啊！你长得再帅，头发也给你薅没了。行行行，都说这个了是吧？管上，哟呵。谁呀？周九龄。这能管上吗？那当然了，佛系捧哏半贺堂，随时下班，周九龄。小先生多可爱。哎，不要抢我们捧哏演员的动作。哎呦喂，要是这样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哎，您放马过来吧。管上。这谁呀？杨九郎。杨九。你那个捧哏太佛系，还得看我三庆小霸王。杨九郎能管上谁呀？顶多就管上我这对眼睛，你知道吗？甭来这套。管上。谁呀？张九龄。这能管上吗？九字科大师哥，头九第一个，啊，那大师哥要问九字行不行？问问小黑张九龄。好好，管上。谁呀？王九龙。王九龙能管上我们九龄吗？哈，你头发给你薅没了。你再厉害，你台上你也打不过我，武打相声开创第一人。真的，云鹤九霄随便单挑，除了德字的没有挑过，剩下的哎呀，可以了。说到武术了是吧？啊，说到武打了，管上。谁呀？孟鹤堂。怎么这个没挨过打吗？不是没挨过打，我铁门槛啊，对不对呀、啊？我们冰糖葫芦。对呀、啊、对呀、啊，人长得也帅，相声有新人第一季总冠军。我们就一刹车哭，弄死你！你这叫猪叫！你别管啊，没有用。好了，嗯，既然周九龄都出来了，孟鹤堂啊，孟鹤堂，周九龄是我的人。哦，怎么还偷牌呢？这个？哦，孟鹤堂啊，孟鹤堂，管他太容易了。我听听，杀手锏，管上。谁呀？张鹤伦。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粉妆玉砌，傲骨英风。不用那么麻烦，四个字就概括了。哪四个？臭不要脸！你把我扔了，知道吗？我把你扔了，我没把你撕碎了就可以了。啊，你比得了人孟鹤堂吗？怎么了？啊，创作的才子。很多包袱都被师兄弟们所使用，得到了师父的肯定，欢乐喜剧人郝旋冠军。郝旋冠军就是没拿，知道吗？您那是半价的啊，人家孟鹤堂，人家相声有新人总冠军，再是冠军也是新人。不是您这么捧自己有意思吗？啊，英俊潇洒！你再来，我弄死你！这，别说那没用的了啊！你来，这个管上。这谁呀？阎鹤祥。不是，阎鹤祥能管上我？太能了！我告诉你，口吞残月半斜阳，太子捧哏评书忙，铁骑单骑数千里，人称壮壮，阎鹤祥。到他这老四六八句的，你看着没有？我骑上我的小摩托，他
他永远不会。你们都会是吗？行吧，来吧，纪言阎鹤祥都出来了。嗯，好吧，看看还有几条命啊。管上谁呀、啊、烧饼烧。不是，这我就不明白了、啊、云字的。云字怎么了？儿土啊，本名叫朱建峰，朱建了都疯，何况阎鹤祥。好，当年阎鹤祥嘴怎么歪的？就是见了烧饼吓歪的。我以为是烧饼亲的呢。疯了，真是。所以朱建峰吗？甭说那没用的，管上陶阳。云字的能管上我吗？哎，陶云胜，京剧神童，相声金秀，台上台下百看不够。好，百看不够。对，我让你来个百看不够的人。云字的，管上。谁呀？张云雷。哈，一曲《探清水河》火遍全国，能说能唱能表演。戏曲歌曲样样强，怎么样？那个，要是这个样子的话啊，我这全是大牌。栾哥，该你出场了。不是，栾云平能管上张云雷啊？忠肝义胆都说行，师父赐名栾云平。要问评论谁最狠，问问怼怼行不行？不是，你是跑这背诗来了吗？好家行啊，栾哥都出来了，总队长都搬出来了。你瞧瞧，既然这样的话，管上谁呀？高峰总教习，德云总教习，这俩一模子。对了，嗯，再厉害，再总队长，你也是个臭捧哏的。不是，怎么着？这有点台上你也得听我们逗哏的。人身攻击了是不是？怎么了？来，管上。谁呀、啊？岳云鹏。甭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前两年最火的演员。好，好，哎，漂亮，好厉害。谢谢。好吧，既然这样，管上谁呀？孙悦。你不如出大象。哎，对了，大象捧哏的身材那有什么用啊？岳云鹏，你在台上娘们唧唧，全靠我在台上衬托着阳刚之气。要不是我衬托着你，你早去泰国深造了。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别嚣张，管上谁呀？郭麒麟。你看咱这牌一个比一个大。不是，你这能管上吗？我就别的不说了，德云社以后是谁的心里没数吗？Yes, it is。 谁 it is 啊？啊，不应该这么肯定吗？我告诉你，你再这样的话，你脑袋比我还亮呢，知道吗？哎呦，我的天哪、啊、没戏了吧？把太子都请出来了，多新鲜呐。哦，得他出山了。嗯，谁呀？管上。谁？于谦。于大爷。不是，你这于老师能怎么了？能管上琳琳吗？当然能管上了，那是师傅，师傅管徒弟，天经地义。于大爷现在多火呀，嗯，你上热搜看看去。眼瞅的越狠，人设站得越稳。怎么这于老师抽的是续命烟是吧？别美，管上。谁呀？于大娘。不是，大娘能管上？你在外边爱怎么着怎么着，回来一样给我刷碗做饭看孩子，啊，还烟抽的越狠，啊，就狠的这抽烟，每回于大娘跟于老师亲热的时候都跟舔烟灰缸似的，你知道吗？正好守着刷了，你别来这套。啊，于大娘都出来了，还有牌吗？赶紧认输吧。于大娘都出来了，管上。嗯，什么呀？我的男神郭德纲。不是，这郭老师能管得着人吗呀？当然能管上了啊，对不对？师傅于大娘还有于大爷三个人的爱情故事。你先等会儿吧。怎么这么乱呢？在师傅的作品里边当中，是不是经常出现于大娘？
啊，是。怎么说？全凭师傅一张嘴，说让你出轨就出轨。行行行，那要你这么说的话，我得拿我这底牌了，我得。管上。能管上师傅的是谁？我看看。师娘。自幼古曲美名扬，相夫教子诉衷肠。任你台上多戏闹，德云家长我师娘。好，既然这样的话，哈，哎，师娘都出来了，多新鲜，认输吧。把我压箱底救命的牌我得拿出来了。你拿得出来什么呀你？啊？这个不是，这是宾馆小名片。对，你留它干嘛呀？不是宾馆的电卡，啊，宾馆的。哦，说清楚了。哎，这就是他了。谁呀？这是？我先不说他是谁啊。师傅说话他爱搭不理，师娘说话就当没听见，随心所欲，舍我其谁，德云社。我师父的二公子郭汾阳，他呀，青岛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德云社的演出现场。首先，请您欣赏相声《郝伦歌》，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啊！感谢大家，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哎，谢谢，真的很开心啊！嗯，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是。能感觉到啊？什么呀？这是看谁来的呀？看谁呀？啊！嚯！嘘，大点声啊！这大点声还让人家嘘呀？别着急，我都知道啊，是看我师父郭德纲，对，还有于谦老师的。没错。啊，两位老师呢，正在后台呢，穿衣服呢。对啊。什么都往外说呀，他们得穿上大褂啊，换衣服。对了，先让我们来给您大伙儿，啊，表演。哎，头一场就是给您大伙儿一个找座位的时间。哈哈，是啊，尤其今天啊来了这么多的朋友，人不少，其实我都特别的开心。是啊，一上台来呢，听大伙儿的欢呼声和掌声，我感觉到仿佛啊，怎么样，好像有朋友还认识我们。嗯，啊，是吧？啊，好像有知道的，但是也得简单的啊，做个自我的介绍，还得说说。对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哦，还会这话呢？好坏都得知道是谁。好啊，这时候说的不好，观众也得知道骂谁。哎，对不对？大伙儿还是很包容的。啊，介绍一下，我叫张鹤伦，啊。不敢奢求您的掌声。嗯，一个字的成语啊。怎么说？不值一提。这大伙儿都挺有文化的哈。旁边的这位老师，到我了，那得隆重的介绍一下。不要客气。哎，二十个字的成语。不，一共五组词啊。你看啊，那真是如雷贯耳。不敢不敢。皓月当空。哪里哪里。名驰宇宙。过奖过奖。晃动乾坤。哎呀，这还是我吗？这肯定不是。啊，您会聊天吗？这不跟您聊呢吗？我这儿谦虚呢，您别砸瓷似的。都认识您。谁知道我呀？啊，郎鹤炎，郎老师。就您老师。其实大伙为什么认识？你看，听掌声当中也能感觉到啊。咱们哪儿有掌声啊？我别着急。谢谢您，谢谢。谢谢大伙给我的掌声鼓励啊。怎么给您呢？我认为是给我的呀。两个人逗哏捧哏，一般捧哏的没有什么掌声。重来一回啊！谢谢张，我叫张鹤伦。您这虚声也不小。他叫郎鹤炎。这什么时候留下来的传统啊？现在捧哏的要造反了吗？
哈，从来回啊，彼此都给一个台阶，我已经给你们台阶了，给我一个台阶好不好？我叫张鹤伦，告辞。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给大伙儿一台阶，大伙儿给你一下坡，没必要这样。人伦家还是一个孩子，你说这话不亏心呐？算了算了啊，名气上就不提了啊。小演员哦，没什么名气，不出名。知道，我相信朋友肯定看过《欢乐喜剧人》吧？谁说的没有？一大部分都说没看过。家里没有电视吗？对。好穷哦，怎么说话呢？这是怎么了？这是啊，欢乐喜剧人，哎哎，亚军，你拿个亚军你美什么呀？怎么了？啊、亚军的银杯，哦，人家冠军金杯，你亚军银杯。对了，那有什么好啊？第二杯半价。合着咱这还花了钱了，是怎么的？无所谓，心态，对不对？这你们不都看过吗？这是站在台上，亚军冠军没有关系，嗯，对不对？到那个节目上展现自己好的一面就可以，让大伙儿看看。上那个节目之前，我师父就问我了，什么呀？张鹤伦，嗯，好多人上了这个节目就火了，他一旦火了，他们就退出了。哟，你会吗？我问我这个话，当时我就给我师父跪下了，嗯。我发誓，我说师傅您放心，我肯定火不了。这孩子缺心眼儿吧？怎么肯定走不了？走往哪儿走啊？哎，能站在这里就得感谢我的师傅。对，对不对？从一无所有到现在负债累累，是我并没有。哎哎哎哎哎，什么？要说什么呢？这是不是有房有车？哦，三套房，两辆车，两个饭店，一个酒吧，这些不是靠别人，都是靠我自己一点一滴想象出来的。和尚您天天做梦啊？那都没有关系，不像话。真得感谢感谢我的师父、嗯、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对，没有人家的可以了啊，两句拦您一回，这怎么回事？全体演员说清楚了，对不对？大伙儿给我一个机会，嗯，给这么一个开场的机会，一个平台。对了，所以说上台来呢塞两语啊，就想让观众啊对我们有一个了解认识。张鹤伦不值一提，没什么名气，老这么说。旁边的这位老师，我觉得还得隆重的介绍一下。不要客气，郎鹤炎郎老师，您老师生于1981年，对，死于一会儿。是这个也，别介呀，怎么了？我这命太脆弱了，这不夸你呢吗？死于一会儿，我问你，哎，一会儿时间长还是眨眼时间长？那您那么说，一会儿时间长。对呀、啊，眨眼就是百年呢。嗯嗯，一会儿比眨眼时间还长。哦，那可能就是千年，千年的狼鹤，万年的炎。你直接说我是王八就行了。哎，不许美化自己。对，这是美化自己吗？夸您呢，没听出来。生于1981年，哎，今年念的73岁高龄。是谁呀、啊？不在坎上吗？我呀，我38了。对，38智力开发。我这智力不用开发了，38岁了。嗯，老话也说了嘛，又有啊，对不对？人过30古来稀呀、啊。这是谁说的老话啊？我姥姥说的话。你姥姥说那叫笑话啊？人过70，人过70古来稀。对喽，您算是稀一半了吧？我怎么老离死不远呢？不是，人说男人啊，过了30嘛，怎么，对不对？就像土埋到脖子了，这么过30土埋脖子了，这不老词儿吗？人家是过70土埋半截儿了。哎，半截儿，嗯，半截儿，你看看到哪儿？哎，对不对？哎，行了，巧妙啊，哪儿就巧妙了？这是往上走的，往上挪的，这都不是重点。男人过了30，就像蒲公英一样漂泊不定。不对，嗯，一阵风说秃就秃了。您呐，您可以了，可以了。这上了这青岛，上我这儿扎法子来了。说您，说我干嘛？是不是不再年轻了？我是不小了，跟现在的小鲜肉能比吗？那压根儿也比不上。观众人现在都爱看小鲜肉。是啊，对吧？咱们这算什么老腊肉？对。不再年轻嘛？真的，真不行。你看小鲜肉现在都说龙龙，说这个。龙龙是谁？朱一龙。哦，他们也不知道，你看看。你听听，还有那个声音都，还有凡凡。凡凡又是谁呀？吴亦凡。哦。这没听过，你看这个碗，它有大有远。
你看这个面，它又大又宽。啊，这是四根儿。都会啊。好好好，这我知道了。对不对？千千。于谦呀。别闹了。于谦那是小鲜肉吗？啊，那是肉松。别这么说啊，于老师都掉渣了，是怎么了？那不是谦谦，不是于谦吗？薛之谦啊。哦，薛之谦。对呀、啊，他歌没听过吗？不了解呀。那那，我能摸你的头发，只是现在都没有了。这人多讨厌呢、啊，这是。不不，这歌不太适合你 啊。还有别的？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不是薛之谦离了我不会唱歌是吗？不是，人家正常的一首情歌，你好好唱。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在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确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四根、哎、到哪儿都得吃面去，你看看。哎，薛之谦，哎，这还真挺好。缓缓的声音，嗯，好听、啊、对不对？大伙儿都听过、啊、现在到哪儿流行歌曲谁的手机里都放的这个。那是。对，包括之前 TFBOYS 三个帅哥。对，我们那个年代其实不是这年代。咱那年代我们都我是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没赶上那种。没赶上那个、人家比我拦的都早。确实确实现在观众都不信了。不，本来就是，你实话实说。作为我们这些八零后的孩子来说， 对于来说八零后于什么？不是，谁给你们的勇气？这跟梁静茹有什么关系？齐刷刷的梁静茹是吗？85年的。这观众也是。谁说的1885年？给我站起来。这大哥是考古专业的啊。第六排的胖子。第六排哪有胖子？站起来。站起来的就咱俩胖子。你上来。你上来。不是，都多大岁数还玩上上下下的游戏、啊？没事，以后少坐电梯啊！不要闹了啊！真是这个85年的，对对对，1985年的，没毛病。你爱信不信，知道吗？你怎么了这是啊？老不信我呀？不是，你这就说了，大伙儿跟你互动玩笑一下就完了。我替你说一句好不好？你说，我替你说一句，他确实是1985年，对呀、啊，真的。您俩，您听我说完您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干的事儿我知道啊，是吧？当年干的。不太鼓掌吗？怎么了？这是您这，把你们的掌声给我收起。不是，好好好，干嘛呀？没说完就推出去了。重点在你这儿，来，你今天给我说，好好说，说不好头发给你薅没了。您知道为什么没有了是吧？你先给我放开。我薅着一根是一根。对，您把毛囊都薅出来了。咱俩一块儿来德云社填履历。张鹤伦1985年出生，这是不是我替你写的？这事儿是不是我干的？你以为呢？我以为也是他干的。这不完了吗？没说完呢。这个好好说，你这么说容易猝死。那我就死于眨眼了呗。好好聊天，真是1985年的。我替你说，就我们那个年代来说呀、啊，我听的都是一些传统的歌曲。传统的歌曲，比方说现在 TFBOYS 我们年代小虎队啊。啊，小虎队。对，小帅虎、霹雳虎、嗷嗷虎。对，三个人。啊、没有嗷嗷虎。小帅虎、霹雳虎、特别虎。特别虎也没有。小帅虎、霹雳虎、贼拉虎。到底是哪三个虎啊？就贼拉虎、嗷嗷虎、特别虎。您那是东北虎组合吧？这。Yes, it is. 还
个意思，您还是单数的这个。别胡说了，小帅虎、霹雳虎、乖乖虎都知道。哎，那个年代的歌，嗯，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放点紫辣椒面烤一烤，还挺爱吃辣的。那后来的四大天王，哎，对对，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您说那是庙里的那个，说的什么呀？咱说唱歌的，唱歌的都知道。对，他们的歌都听过吧？啊，隐居撒娃心里呀，没把心里撒娃心里呀，没把。行了，这不还是庙里的吗？谁烧香把你落下了是怎么？你这怎么聊天呢？咱说的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都知道。知道你没说呀？哎，问问你，问我什么呀？这个黎明代表作什么？今夜你会不会来？不去。有病啊！你不公开约我，今夜你会不会来？我天哪！什么？好几千青岛人，我约你这个？啊！你不，我不去，我不喜欢秃子。对。我还不喜欢梳偏分的呢。哪儿的事儿？这不是你九齿钉耙给我挠的吗？我。谁有九齿钉耙呢？别来这套，那歌名今夜你会不会来？好的好的好的，对不对？郭富城代表作对你爱不完。哎呀，可以了，这是个圈套。我三言两语的竟来这些。哎，好了好了，对不对？标志性的动作，对你爱爱爱不完。哎，对对，爱爱不完，标志性。哎，还有这个吗？对呀，这是开保险柜的动作。哦，这俩锁密码一样。也不太一样。啊，我也不了解。对不对？人家郭富城，嗯，还有这个刘德华，嗯。刘德华的歌曲大伙都听过吧？好听，对不对？那个，谢谢你的爱、啊。对，不要问我一生之中爱过多少人，这分明是一种幸福、啊。哎呀，好幸福啊！哎，这是刘德华唱的吗？刘德华的歌吗？谁说的呀？那谢谢你的爱是这么唱吗？怎么唱？听好了。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对不对？不对，不要问我，这毛病在你那儿，你不要讲话，我一人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其实这是原唱，就是这么唱的，没听见说过。刘德华的歌曲，老往沟里带着，深入人心的。嗯啊，张学友的更出名了啊，对不对？张学友的歌大伙都知道。对，怎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别吹了，没头发。谁带你吹头发去了啊？废话，一摇车窗户。吻别都听过吧？听过呀，张学友的吻别，国外都翻唱他的歌。对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嘛。对，哎，不对，对 你犹豫了。哎，我犹豫了，国外的乐队什么乐队？乐队 Michael Doubt。谁不知道他 ？Spear Michael Doubt。什么 ？Michael Doubt。什么叫单着还得绕他呀？就是 Michael。行了，您压根儿您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吻别？不是 Take Me To Your Heart 吗？你对不对？你什么 ？Take Me To Your Heart，Take Me To Your Soul。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all， 还有字母呢。Show me what love is， 还问该的个妞、嗯、啊。Show me what wonders can be true， 你还能唱下去？后面可能我就不会了，多丢人呐！啊，中文这么经典，为什么要唱英文啊？这不是你唱的英文吗？中文这么经典，吻别多么经典，但是如今现在谁的手机里还有吻别这首歌？只能说不多，对，还是有的，对不对？有吗？嗯。不要骗自己，谁骗谁呀？这首歌很经典，但如今现在很少有人唱了。我觉得还是不够经典。啊、什么话？添入一些更经典的元素，让这歌变成永恒的经典。还有什么更经典的呀？诗词啊，唐诗三百首、哎，如今现在小孩都在学。您这是胡来了，那诗词不能搁在歌里边。搁这里正合适。唱不出来。咱行啊。能行啊。听着啊，我们听听。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竟然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荆州已关万重山。什么模样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这个夜半钟声到客船。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商女不知亡国的恨，隔江犹唱双截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的辛苦。四哥，抽风呢，跟这儿。啊，这改的还可以。那这叫能耐。哎呦，能耐，这叫能耐啊，这叫学问。哎呦，什么的呀，这是。当然有学问了。唱那些传统的老歌什么的，我们都知道，没必要在这卖拍自己。老歌，来新歌行吗？新歌也未必差呀。新歌现在观众人，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现场的观众来说啊，人家很少听新歌吧？谁说的？人都喜欢老歌。新歌我怕听唱您都不知道，这怎么我会不知道吗？我这么这紧跟时尚脉搏的，我能不知道吗？哟，啊哟 ，Everybody 在你头上报告。No friend， 他根本不是爱豆，头上眉毛长得像个秃鹫。听完他的相声，肯定想给他一顿暴揍。Come on，Thank you。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听过吗？我听的差不多，但跟你那词儿不一样。Everybody 在你头上爆头，你看都有这个。这有什么的呀？这是这歌都听过吗？这歌我也知道。现在老歌新歌咱都会啊。你甭说那会，你来来来一个，来一个听这个，来听这个啊，哎，那什么歌啊？多少人为了生活历尽了悲欢离合，多少人为了生活历尽沧桑。谁说的真骚？你说对了，这歌叫舞女泪。第六排的胖子，你给我站起来。我刚才第六排那胖子不在那儿呢，瞬间回城了，这是怎么？都是第六排吗？没听说过。哎，舞女泪，您这歌太老了吧？这歌。哎，听这个啊。一步踏错，终身错，为了生活，为了生活。这歌叫舞女。哎，你看第六排那胖子又上那儿去了。第六排的胖子，给我坐下。今天是胖子包场啊。好，大哥，我不想迎难而上。大哥会知难而退的。哎，来个那个，听这个，听这个。还有压箱底儿的吗？啊，有谁能够了解做舞女的悲哀？怎么，这是你媳妇儿的血泪史吗？坎坷的经历，蹉跎的岁月，不堪回首的过去，尽在不言中。你要能四根儿唱半天，唱都这歌，谁给你的勇气？说的对。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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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没有亲友团。对，你管呢，这都是亲友。你要会唱你唱啊。我会唱，你未必接得上来。谁跟你接呀、啊？我凭什么接？不接，你不接就不会唱，什么意思？我唱你接，咱来个歌曲接龙。来来来来，来不来？来，好，来，这不就你先唱行不行？我唱啊。行，哎，妇女和孩子先唱。我这眼神还没治好呢，听好了啊，谢谢。那是你二大爷吧？你管呢？青岛都是我长辈儿。确实，待会儿下了场，咱们一起吃海货去。他跑这认亲来了。哎呦，行了，你二大妈没来啊？哎，你管呢？
哦，来了吗？哎呦我的，二大爷受累了啊！真是一个大家庭，嗯，挺好了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这有什么好的呀？接什么？接眼。接眼。对，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So easy 啊。还行啊。白，听我这个。白白龙马，嘿嘿，蹄儿朝西，嘿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嘿嘿，多无聊嘛！接嘿，接嘿，不是有这词儿吗呀？有啊，我刚才唱出来了吧？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你看看，这也算对。接嘿，来接嘿！哎呀，我天，这次虚字都算了啊！行，嘿是吧？嘿嘿。嘿嘿嘿，福内那松烟东阳，修身更模样。粤语的。对了，养接。养。对了，养养养养养养养装虽然穿在身。嘣嘣嘣。你应该知道你接什么了吧？接崩是吗？哎，崩，哎，不崩崩崩，噗，哎哎哎，接崩不是接别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嘣嘣，杨忠，怎么还快进呢？这个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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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蹦蹦蹦，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接的什么玩意儿？这是接上来了？没听说过。你要这么接，咱没法接了。这都怎么接？哪儿的事儿？这叫能耐吧？不叫什么能耐，叫能耐干嘛呀？滚滚长江东逝水，没有这么接的。您这，对了，一起来，不值一提。您甭听他的，他也就这个了。行了，你要这样的话啊，我觉得咱俩别有必要在台上彼此为难了。谁为难了？这不是合作的挺好吗？这叫合作吗？不是吗？蹦蹦蹦，嘿，这是接歌吗？说好的接歌，给我来个虚字儿，这都是词儿吗？这不是展示你能？这叫拆台，知道吗？展示你能？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在台上自己停着就好了。我多大罪过啊！我这接下来，我觉得咱俩这个节目不需要你了，我自己唱就好了。你别自己唱，我自己唱就行了，不用你来。你在这儿只会给我拉低分数。哈，这么着，我来一个歌曲的单曲，来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这个节目由我们两个人一起为您展现，希望您能喜欢。你告诉我，你来什么？你来那雪落下来，汤的一声。你说这人多恶心！你不就说你能唱吗？对啊，你唱的好吗？啊，怎么了？你唱，我跳，行不行啊？各位，你哎。长一煤气罐成就那样，别说那没用的，跳起来空中自爆，砰的一下，什么乱七八糟的，炸一地肥肠。我这身上没别的东西，你看能跳是吗？能跳，来吧，真能跳，赶紧的吧。行啊，来啊，开始啊，来，行啊，看看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见样。轻轻。哇，好厉害啊！差不多得了。别事，没事，动不了胎气。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此生如纸般薄命，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叫亲亲亲亲。我闭上了眼睛，求佛祖快快显灵。有这个吗？快来收服这只猪妖精。去你的吧。这世界很酷。